我的男人必须是读过书又习武的侠客，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扶弱济贫的心。要是世上没有这么完美的人，师妹打算孤寡一生吗？那又如何？要是有天我真的孤寡了，师兄，你要陪着我哦。 秦国，过半天下，你试试。刺杀秦王之计，就是白白送死。众臣听令，今日起，我大秦追击魏国民女，公孙丽。奉大王命，接公孙姑娘进宫。靖师兄，忘了我吧。 都封你为良人了，为何见到寡人不叫大王？你从来就不是我的王，只有我才是你唯一的王。你进了寡人的王宫，便休想离开半步。你若想杀了寡人，替你爷爷报仇，寡人并不意外。 你与厉阳之间根本不是什么兄妹情，而是男女之爱。我爱他，大王，今日起，他不再是你的女人。为了保护你和天明，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任由天下人耻笑我。寡人爱你，愿意和你分享我的天下，你却不懂。你如果想留下他，你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寡人的孩子。 你有天明来威胁我，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？你永远都要记得，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要逼我！说。